又要唱一首歌咁樣。中國夢大家識唱啦，係咪大家？雖然有好多二十歲留下嘅，六四你都未出世，未必識唱《中國夢》啊，但係跟住唱啦嚇。Mama!
開始絕食。他們一個很和平的示威，他追求的，他爭取的，就是要求政府不要再那麼貪污，不要再官倒橫流。他真的希望中國能夠解除暴禁，令新聞自由、言論自由。他希望政府的，就是希望給一個溝通的平台給他們。但是希望沒有這樣做，他頒布戒嚴令。